你好啦，我是陳思雅啦。咁好多謝大家今次支持我，即係我可以成功當選中環區嘅區議員。咁但係我都有即係希望同大家各位觀眾講翻嘅，就係雖然你個區議會大勝，咁但係咧區議會大勝咧係唔能夠去代替到一啲嘅可能街頭抗爭嘅。我哋五大訴求咧一日未落實之前咧，我哋都唔可以話一個勝利，我都唔可以咁開心去慶祝，因為我哋無論係區議會入去議會入面嘅制度抗爭又好，定係街頭抗爭嘅又都好，大家都係邁住同一個目標去爭取，就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，在這個目標達成之前，我們都不能夠鬆懈，希望各位受足各位的香港市民要緊記這件事，區議會大勝只是我們其勝踏出了勝利的一小步一小步，希望各位可以繼續邁著這個目標堅定地走下去，不要只是想著我投了一票就已經完成了我們的歷史任務，我們的任務是未完成，我們是未勝利的，多謝各位。